我已经讲解的。那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可以拿到他们需要的医疗需求。还有 Hero 吧，同志友善店家。照不离身。移动的过程里面能够配合我们工作人员的团队，大家希望每个人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及价值。不要挡住引擎，